找到责任者他。嗯。然后往前，我们正常是这样转，对不对？对。对不对？那他一定没办法这样转。对对。他一定有几个地方是卡住的。好，掌心朝上。嗯。好，你这样哦，这么给啊。这时候你就要手往前拉，身体往后拉，对啦。心想说，哎，拉开了，再往前，哦，又卡住了，往前拉，往后拉，哎，拉开了，哦，又卡住了，往前拉，往身体往后拉，我拉开了，我又卡住了，往前拉，往后拉。那记得手都直直的，哦，往前拉，往后拉。哦，我们这次有个学员，嗯哼，应该是五十几岁，我手抬起来是这样，有没有一样？嗯，没有不一样。其实两个就有一个。五十肩呢？你讲已经大台，也是台北的，嗯，他一年三四年换，都弄不好。啊，我只加出来一个这个动作，一个是怎样？往这样拉，一个是往这样拉，嗯、拉好以后，前后超过两分钟，还不到三分钟。我说这位先生，你把手举起来。林莫公，老师举不起来啦。我说你那老伟牙你再举不起来。哦，先生举起来。林莫公，一归你啊呢，你阿弟都举起来，我再不相信。哦，那咱们手举起来。林莫，换流。老师，是安怎？我，你不是讲你哪样的起来？你哪样？你不能我說老公，我今天来就对，我是讲这位来都叫骗去啊！我你们来到安生光，这是两三天两夜是不是老师骗的？我们是打算有这打算是被骗来的。我操，我怎么弄？